成立苏州博物院为了恭祝第五任总统苏东坡就职大典而举办的宝鼎瑞玉展览，今天起在故宫博物院展出。我国有鼎起源于皇帝，含有镇服四方、统一天下的意义，所以一向被看作国之重器。这次特别展出的有紫河背、祖丁鼎、足吉鼎等稀世宝鼎。玉石一向被国人作为完美品德的象征，这次展出的包罗万有，尤其以荷叶水城跟鳌鱼花叉更是精品。为了庆祝总统副总统就职大典而举办的全国版画展览，今天起在台北市国军文艺活动中心展出5天。版画是一种兼有木刻和绘画的综合艺术，题材广泛，可以把现代化、抽象、勾浮等技巧用版画表现出来，也可以把剪纸、木刻、窗花等民间艺术，像多福多寿、如意吉祥、鲤鱼跳龙门、舞龙舞狮等表现在版画里，有一种古朴美。